今晚我想来点世界和平。全国进入三级警戒，开始可以放假300天。下课，讨厌的人，麻烦的人，所有人明天不用再见到面。相信疫情会过去，小香这个案子不用继续了，我离开。今晚我想来点病毒病毒，不是宅，我只是有点社恐，我就是无法直接注视别人的瞳孔，到人多的地方我就会开始紧张，不然其他我都很正常。我有话想说，你说啊。哈，但这是诈骗，这就是诈骗。怎么一下子就是这十台啊？你是孔子啊？小姐，请问你哪位？以为自己是神仙哦？不吃不喝不用交房租不用付水电，你这么厉害，现在就去睡路边。好，副本058，刷200000的人就是他，交友邀请确认他。那个主播说要加我来。再说一次，你练财。再说一次，你练财。你有种说十次，你练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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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财。对，我就是烂。如果我是一元一次方程式，你就是我唯一的解。如果我是九，你就是三，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。没有你的我是一个空集合。认识你之后，我的一切很成立。你就是我的循环小数13145520。你好，这是你的副本一次。每个礼拜三的6:41，他总是会点一份微辣的咖喱鸡。哎，好来了，我接。哎，准备取消了。接到了，接到了，接到了。副本108。副本108。谢谢。前辈，哇，这里很远呢，这里车程要1个小时哎。你做得到？你好。